拜六晚上巧克力的挖矿、哦、嗯。哦，无糖的茶真的是好难吞哦。我是可以，我是慢慢的越喝越没有糖的啦。只是无糖我真的无法、啊。怎么没有了啊？啊，这个吧，这样子，然后他读取到这样子进去，欸，不对啊，是自建。这无关啊，牧羊人啊，好麻烦哦，怎么搞啊？那只我受不了了，本来想说它有保护的，就没有了。不知道是谁，名字叫繁星帅的安安。哦，你啃了哦。FB 会吃留言啊，会啊，这个已经反应很久了，没办法，忠诚。跟谁说话？没办法啊，这个已经这问题存在很久了。栅栏那个棒子一点什么？哦，没擦，这没擦，我挖掉剪就好了。哎，
太崩溃了吧！快点，就职很难吗？找工作？哎、欸，我会被气死哎、欸！天啊！找工作不难，只是你太挑工作的话才叫难。你看啊，你去做，你们想做什么工作？一定不想做那什么工地啊、水泥啊、油漆啊那些有的没的，那些真的很缺。我做过工地啊，整天都在缺人，那薪水给很高，也没有人想要去做啊。我之前那时候做一个月，不，一天就2000块了，啊，可是就是没人要做啊。啊，之后没有做的原因是因为就太伤体力了，然后那时候我吸到一些棉絮，然后让我的肺受伤，我就离职了，想去做修机车的，感觉。就是很饱和哎、欸，现在常常都是一下子一条街都会看到两个修机车的。哎呀，24块钱的修补啊，这个多少？26块钱的修补，有丝绸之处。好啦，换换看啊。沙小，等下，等下，所以说很难找哦，懂你意思。先去付个鞋子。
三。换下一个，哎，吃到谁的记录啦？哎呦！睡觉是不是？我睡，我睡。没有玻璃是还好啦，可以那个叫什么？可以不用烧。因为还可以看，还可以，因为还要起最终附魔啊，所以这个是还好的 ，OK 的。我们有空就刷一下这个。高炉是这个是锻造台。不想工作，詹君安安，我又起床看台了，安安。哎，有了。
反正就是晚点吧，就是等一下就狂洗绿宝石，然后把这打开看怎样。哎、欸，很少直人。三、四、五、哦，喂。点头。你又吃到什么工具哦？真的要打掉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！晚上有啊，有直播啊，就是巧克力的挖矿啊。挖矿，深海漫游，深海漫游有了吧？哎，没有，你是掠夺。好像又不太需要哎、欸，哎、啊，你这太狗腿了，这个我不行。无限要留吗？无限、无限、无限、无限钓鱼就钓得到了，不留。观看人数都要有200到，最近 FB 只推广一些，台给我有点困难，什么叫台啊？对啊，所以我才不想要无限啊。不是，而且麻烦的是，每次洗这些。都有点难洗耶，他会去侦测啊，你都要把附近清干净才能弄，不然就是像我上次讲的那个方法嘛，像这样子一，大家应该出不来嘛。哎、欸，再拆个框。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，傻眼！哎、欸，丝绸才8块钱呢、欸，啊，隔壁嘞，隔壁修补丝绸6块钱，来，没有用。搞我吗？哪一台？没办法，我没奶啊！拜托，奶台现在是趋势好吗？有奶才能生存呢、欸。OK， 行。
其实我想把这边补一条铁轨，这样僵尸也进不来啊。晚点再来实施吧。睡衣又开始涌现了，等一下该开到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开到，如果累的话，该开到四点吧。能撑的话就开到五点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还没好啊？哭啊！鱼饵三，鱼饵哎、欸，鱼饵哎、欸，算了。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怎么还没好？咦、欸？那做铁轨的好处就那个啦，就是僵尸靠近不了，然后看看可不可以阻挡一些视线。你怎么还是这个？而且你41个绿宝石那么贵，谁买得起啊？出 bug 一直都有啊 ，bug 那个一直都在。最近反正一天最常开一共十小时，没有吧？就晚上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晚上五小时嘛。那下午可能就是十二点，就那时候十二点开，开到五点这样子啊。哎、欸，我是认真的哦，不要逼我哦。来测试看看哈，就比如说刚刚那样子的，这样子的设施，然后我们这样子，那比如说就这样子啊，我们。看看放个这样子，火把，嗯，要放个铁轨，然后僵尸。要放小僵尸啊，那才行。那如果这样子嘞，这样就侦测得到。那这样就侦测不到，就这样可以。啊，那个小僵尸进不去，所以我可以放铁轨。那重点是，那我们先去做铁轨啦。咋还在转呢、啊？每次，哎咻！
这样吗？我盖不对，欸，对啊。欸，那其实我附近都可以直接盖这个啊，可以上不来啊，直接用那个铁轨围着我的城镇，这样就好了。怎么还是这个？我没交易过啊。高炉、锻造台，然后拿铁。然后额头的痘痘爆开，然后奇怪，怎么东西留在那个鼻梁的东西有滑滑的，然后去摸一下，啊，血，这样，哇，又30等啦，我们可以去附魔了。这是要附鞋子，问号，深海漫游耐久保护，哎，还行。有个深海漫游吧，对，三，哎，有效率哎，那我付一付啊，鞋子深海漫游，哎，深海漫游只能到三吗？哎，深海漫游只能到三。我刚看到三还没有死，还是在保护师，我看错了。效率师，效率师。啊，青银市啊，白痴哦、喔，想起来是青银市，哎、欸。他这样应该就侦测不到隔壁了吧？我把隔壁东西放一放好了，帮我抛光剂。书柜，你是什么？切丝机，然后纺织机，酿造台。哇，绑定诅咒喂！三，消失诅咒喂！哇，这样好许多了，这样好像它就只能侦测到这边呢。消失诅咒喂！哇。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，这样好刷多了。水中呼吸哦，我记得我那个有卖水中呼吸，所以这个还好。哎、欸，你很消失，很诅咒呢、欸。
掠夺三跟书柜，二七块，占三块，你去死吧！火焰。五欸，这个是五欸。哎，那我放一放好了，没差了。火焰，发现新天地，这样可以刷击退了。那我放一放好了。忠诚。然后，那如果有附到幻雷的话，我就在这边前面的河流盖那个沉思塔。24修，哎呀，这个血流的有点夸张。分裂剑士附得到吗？还是他只能附在书上啊？我问一下，那个新的东西，这个我不懂，这个我不懂。矿车，嘿。需要弩吗？我是问说只能附在弩上还是？不是，我是说弩的话，直接附魔附得到吗？还是他只能附在树上或是买的？我是问这个。自建师32，这个也是耶。转职喽！有听到我的问题吗？比如说我
做一把弩，然后直接在那个附魔台上附魔，也附得到分裂剑士吗？哎、欸，蓝冰这我还好，哎、欸，都还好哎、欸，南瓜种子我有。我觉得我要先把这两个也打掉。